欢迎收看《鬼谷仙师五路财神经》。圣教各位贤士同修，我们合掌恭念灵山会聚，灵山一会万年灯，四八大愿照光明，王禅老祖妙智圣，加持灌顶见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。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唯心圣教一位莲，谢天恩，祈安消灾化解。啊，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。列祖列宗之祖灵及堂上当下坛上各个人位诸圣灵，以及地球各地冤灰软动诸灵，三界万灵众等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五路财神经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一位成就的伟人，圣人、天神、佛菩萨，他必先修一切法，知一切法而圆满。若是你不知一切法，你要成就是很困难。你不修一切法，你要圆满众生也很困难。回顾在38年前，啊，南部有某一家的妈祖庙，非常的灵感。啊，有一天，我的好朋友，市政府的好朋友，啊，我去那边做工程设计。啊，带我路过那一尊庙，还没盖，中间一块啊地的，啊，他这个一间路，啊，这里呢。所以，啊，他有一块地，好，他这块地是这样，这里小庙妈祖庙，啊，民宿，在这里发挥，啊，发挥度人救世，啊，我去看哦，发现这里一个穴在这里。我开始跟他立了一个合砖分金，魁山冰像、水雷屯卦、古窑，好，他立好了，向着这边来。过了几天，妈祖啊，
含着胡乱啊，说要找张某某这个人来。好，为什么把他带去征底下合征？哦，他们就问怎么有这个人？后来市政府，我的蒋师兄，啊，这是我的师兄啊，就打电话给我，到台中来，我什么事啊？说妈祖在催你，我听妈祖在催我，我就叫烦恼啊。那到底什么事啊？帅妈祖嘞，啊，去那边连师母带着孩子，啊，坐着车子，在里面等到两点多，妈祖去噶呼救啊，啊，开始叫张某某进来，啊，我就进去了啦，啊，进去了就开始问。讲他来祭祀度众生，啊，来到高雄某某地方，啊，而且呢，他要这里盖庙，啊，这个婚金水利的，天公门口水利的，我那阵呢，官是安尼老好，官到了官，现在官，我说我立的啦，啊，妈祖啊，若是我立错了。啊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不晓得。我看到那一个穴在那里，从那里起来。啊，他又问的是你为什么要立这个像？啊，水从哪里来？龙脉从哪里来？哦，门街有够多做什么？啊，我一跟他打了。答复了，啊，所以妈祖又来说，你埋的地方，六年前五尺寸的地方，我埋了一个合征分金石在那边，你埋的把我压在上面，哦，我还要压在上面，罪过嘞，你的退后。四寸，你埋了婚金，地点穴是在你的地方，所以决定要用你的正方向，啊，用这个点，他庙盖起来帮他设计，盖起来他要坐在那里，哦，我还真烦恼着呢，啊，这样转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你要我服务，啊，接着又开铁架，就过来问啊，我唔知系想啊，哦，问足多哦，问好多了，你悬空爱心从什么起运，来龙从哪里，经过几个来龙来，要求，问个东西，命中要害，啊，问完了，我答复完了。他说开吹口要开在哪里？我说开在哪一个卦位？啊，快快快快，好，都对了 ，take 啊。take 啊，要最后下来又过来啊？我说奇怪哪呢？那时候我不懂啊，我还没修行啊，还没生病啊。那时候还在做测量啊，哦，所以经不起神那个严格考验呐，哈哈，搞不呀，妈祖啊，姨妈，天上圣母姨妈，一起当究嘉义东石妈祖经，那个妈祖啊，要不要做点婚礼？啊，叫刚才杨公先师，我请杨公先师来跟你回，地理祖师杨公先师来跟我回嘛。吼、哦，我是心看袂着吼，有当时咱娘哭啊都好叫啦。啊，杨公先师底下，杨公先师说你所做的对，先后天，
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。啊，对了，所以妈祖啊，他又很谦卑的忽然说：“我们做神啊，不一定每个都会哎，每一项都会，地理我不是都会，地理会嘞，就是大妈，一个大姐，啊，林默娘。”啊，伊对地理足内行个呀，啊，所以伊嘛，哎，在先修慈悲恨，哦，修药草，修药草，修地理方面伊无修，所以各位同修啊，做神你嘛爱捌地理，唔是讲做神都捌地理个，啊，后来这个地方我把它盖妈祖庙盖起来，现在还蛮新的啦，嗯，足兴足旺个啦。啊，这是一个案例。啊，又有好多好多的庙，公庙佛祖，啊的要盖道场，啊，伊就去问去宝贝，啊宝贝咧就把所有的拢摆摆出来，搭一个爱有只缘，十间十间搬拢是找师傅。奇怪呀、啊，那锤你锤我，我不是骄傲，而是说神看得起，表示王禅老祖传的法是正法。天上的神来到世间，没去一间道场，去一间庙，还是要融入自然，不要破坏自然，而且必须要有宗教的修行。啊，融合为一呀、啊！所以各位同学们，你们学好修好，你们也可以作为神的所托付的啊，人天师啊，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的目的呀、啊，是培养各位成就为人天师，到最后为天人师，天人师的神佛菩萨了。啊，听无？好、哦，那有如我们台南麻豆道场那一块宝地，那是有浮水莲花穴的。啊，回顾在八八水灾的时候，吼、哦，我是坠下亲。啊，结果我们的李师兄，平时很勤修，认真修。啊，念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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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化验，送鬼谷先师天德经一万部，所以他也是从南方的南天的世界而来，从南方的世界而来。啊，他从南方乾卦的世界，三两开泰的世界，来到定居到地球的我们台湾的某一个地点，所以他认真诵经。八八水灾，附近就没那么火埋。结果早上起来了，房子里面弄清水清水，啊，里面鱼啊规定，鱼啊，叫做鱼啊规定，这是什么？证明说你有修行。啊，龙天护法，天地龙神一直爱来给他护佑、护念的啦。所以我一直鼓励各位，我们维新贤士，你们学易经。学风水也一定要学宗教修行，人天才会共赞。否则的话，你们现在坐的地方，千罗禅堂，每年三月二十六日，王禅老祖圣诞护国徐灾法会、水陆大法会，在这里就设了内坛，内坛其中呢，内坛到。啊，下水的时，啊，就来请了，请来就是做法师、做地理师、命相师，啊，没有正心正念，都掉到地狱了，全部都请来开示，啊，请来皈依。哦，第一次，17年前我们水陆法会，
啊，请他们过来，我看到那么多的海孔、海雕、郎当什么样的这些灵界的，啊，弄起世间的地理师、算命师，啊，佛慈悲，地藏菩萨慈悲，从他们在地狱界，给接出来皈依，啊，也忏悔有机会，来生不要，没有智慧。所以我看了之后，我很感动，所以我才决定一定要我们维新圣教中华文化道统一经，中华文化道统7000年，啊，风水学也是中华文化道统，啊，安身立命最大环保的工程，智慧风水学。所以我们既然今天有缘，请各位你们来读这种风水易经，然后一定要诵经，和诵经念经修行一起，你们都是行啊啦，哎呦，这汉妈作为啊合起来，那我懂了，我悟了，老祖啊，我一定会鼓励我们的啊，所有来学易经风水的，还有我们基金会的会友们，大家要诵经，世间的名利是有为法，是有限的岁月所拥有，真正的就是要修行，诵经超佛越俗，就是超度祖先。所以我们这个法会光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恩恩怨怨分化出15615姓氏，列祖列宗诸祖灵前来听经闻法，啊，而且在2004年开始，在林口祭祖有举办联合祭祖大典。在林口大体育馆于1月1日，啊，1月1日呢，啊，我们由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，我们的总会，啊，来邀请中华三祖儿女36000个代表，啊，大陆世界各国华人，包括其他的啊外籍人士，也都来一起参加祭祖大典。15615姓氏都是我们共同的祖先呢，我们一定要用这个爱心，用宗教的心的爱，仰仗佛力，仰仗天威，啊，供养香花果串与经串、经宝、法宴，啊，歌舞升华。升华，啊，邀请国家的重要代表，啊，来一起表达心声，恭念祭祖文，办了十坛了。所以在十坛2004年1月1日祭祖的坛上，啊，王禅老祖开示。祭祖文很重要一个关键点，就是要为中华三祖正名，为蚩尤帝祖平反。蚩尤帝祖不平反，中华民族永远还在战争。5000年的蚩尤氏族也是我们共同的祖先，啊，为什么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？啊，被历史写为妖魔鬼怪，太不慈悲，太没有智慧的历史记载者。所以王禅老祖开示要为蚩尤族平反，结果在2004、2005、2006一直办祭祖，啊，到第10坛的时候，王禅老祖开示，
师坛祭祖尊圆满呐、啊。好啊，那么第十坛祭祖的时候，王禅老祖就开始了。十坛祭祖尊圆满，列祖宣灵归净土啊！啊，九坛会心上九重，金鸿盛会见太平。2015年的1月1日的祭祖十坛哦。所以十坛哦，到今年的2015年的11月7日，中华三祖儿女的最高代表，两岸三祖儿女代表，心手相连，共创未来，天下永太平。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共同的天命。啊，民主不和谐，永远在战争。战争的时候，经济就萧条，人的生命受到伤害。所以十坛祭祖的圆满，王禅老祖的慈悲，诸天圣神佛菩萨，各位祭祖大典祭祖总会的李建士，所有各分寺道堂住持法师，我们贤士，各界朋友们，你们都很爱心护持，所以十坛祭祖真正的圆满。我看到这个景象，我眼泪流下来了。老祖啊，三祖儿女5000年的恩怨情仇，现在终于稳下来了。感恩龙天护法保苍生，化解干戈惜战争，一愿人心相疼爱，同济世界永和平，心连心，手牵手，共创两岸世界真和平。我们努力，大家都做到了啦。各位维新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我们维新圣教啊，培养各位是养贤蓄才，培养各位都成就成圣成贤成佛。从这里平时开始，不是从世间的斗争、名利抢夺开始，名利是让我们下地狱的一个很重大的考验。所以我们要有智慧，所以维新圣教啊的妙法利人天，希望各位同学们好好啊本着本愿努力。今年2016的1月1日，我们照常中午1点开始在林口大体育馆。今年祭祖的人会更多，各界也更多。啊，我们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的努力，已经得到天上人间地狱所有诸灵圣神人心的共同护持啊。所以应了十坛祭祖尊圆满啊，列祖宣灵归净土，九坛会心上九重啊，金鸿盛会见太平，两岸已经和平。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是重要的啊，接下来的路我们的依归啊，一条方向就是鬼谷先师的鬼谷文化，其中的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，要大家如何依法修行而成就五路财神啊，这样的经济稳定。过去的战争由经济不稳定而发生的战争，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啦。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，普天下的苍生众生，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处可安心，大家学易经，做事工作可顺心，大家学易经，大人小孩都聪明，大家学易经，
身体健康先安宁，大家学易经，公司客户无信心啊，大家学易经，修行道上可见性，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一条心，大家学易经，国家社会世界永太平，祝福各位。